这放羊油那咋回来了？这俩滚着，咋早着没回来？是叫老师留学校了，还是该路上拉拉路子了？别出啥事了啊！我得去找找去。胖呀，我叫你看看我今个给咱班赢的卡牌啊！哎，不叫你看。你哪那烦人？叫我看看能咋着啊？哎呀，不要你看。那你给我偏上呀？哎，我拿过来叫你看。不干了。你看不看？说不定里边还有你想要来的啊！那我看。你看这张。哎，咋的？东东，放学的时候，你俩家欢欢跟小庆没？欢欢、小庆，看见了，他俩一放学都掂了书包跑了。对，给俺走的方向还不是一个方向，不是一个方向。那他俩上哪里了？也没回家啊？没回家。二人呢？该不会泡面了吧？不会不会，他俩应该去上其他同学家玩去了。哎，这个说的有可能。嗯，这俩小女子早着也不回来，你看这都啥时候了？等他回来，等我。哎，二人呢？别打他俩！要打了打狠点啊！别淘气了。给你打宁荣荣。有小五没有啊？这个小五。哎，这个好看。这俩小女子越来越过分了，看这都啥时候了？我看他俩到底能啥回来。妹妹，你说咱给咱妈买这个礼物，咱妈会不会喜欢？肯定会喜欢，精心挑选的。对。妈，妈，俺回来了，家那个棉被去，咋回事？你咋那生气啊？棉被去，妈，好好的给我棉被，啥时候想明白了，啥时候再吃饭啊？妈，俺躺不上棉被，你给俺扶扶啊。躺不上让那棉被，恁都不知道吗？那好好的想想吧啊。哎，妹妹，因为啥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想问你因为啥嘞。我哪知道，咱俩一直一块儿嘞。那既然不知道，咱先免避吧，等他起脚了咱再问他。那好吧。恁俩想明白没有？你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了呗，宝宝一会儿让他免避。因为俺老是搞俺撞了。啥时候搞咱撞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猛一个。绵密到这时候了，还没想这是咋回事？国宝，一会儿回来弄啊！啊，因为这个？恁以为是哪个？那人家都回来是哪回事？恁俩咋到这时候？哎，妈，误会了，俺是有原因的。你自己上电动车上去看一眼。电动车？咦，怎么给我买了？咋样，妈？喜欢不？恁俩回来那晚给我买鞋了吗？对呀、几个不是你们捡的吗？嗯，我给俺姐不知道送你啥，然后俺就跑到集上给买了一双鞋。我觉得这双鞋你穿上肯定好看。对对对，所以俺才回来晚了。恁俩咋不早问，还叫我冤枉恁俩了，罚的恁那时候。俺一回来你都让俺俩站着个，俺俩都懵了。对呀、都不知道说啥了。恁回来晚了，那我不是担着恁吗？怨我妈错怪恁了。没事嘛，你赶紧试试这双鞋合适不合适。对，不合适还可以换嘞。乖，我做这个试试。